我咁叫你未翻，我自己一个做晒先啦。头先针咯。又嚟啊！已經去到8月31日，熱鬧緊啲咩啊？恭喜你啊！18號中睇得係方德群。深色3號3分，深色天花3次。18號有個彩榮路，啊，大幕。唔關事，冇啊，彩。21號你翻唔翻？係啊，我都記得係有印象，嗰陣時我翻瞓嘅，我都望到隻標，你話21號唔翻。開翻部電話睇個 message， 佢先講我。我聽到，但我揾唔到 message。OK， 即刻揾人翻。冇問題。又真係俾你 book 佢喎。天方4次，唔係佢老家係紅磡，仲唔好掂啊！唔係我運通其他三名咯，攞佢部手機咁我打你咪得咯。我驚太遠佢唔揾翻。
當佢唔翻咧，咁我即係出曬。我開九啊。都得。如果你真係可以，睇下真醫生翻唔翻。真喎。即係佢咪有個位係訪問嗰啲位喎，或者係橋南嗰套，揾下 date 先。咁會唔會有個人名咧？多謝觀眾，多謝啊！準備唔好問題，大哥你好嘅，我哋快我不知道你们是谁，所以我说都有。